注脚乾隆勿用，父亲留下的诸葛家训，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，孩儿诸葛羽一直牢记在心，尽习武不辍，武艺出尘。九儿，显龙在天，力荐大人，是时候继承父职，为神州百姓献上诸葛羽有为之躯，直到铲除天下一切。来迟了，孩子跟母亲呢？托您的福，孩子平安出生了，应霞身体也无大碍。我要当爷爷了，我要当爷爷了。瞧您乐的。哎呀，爹当年的那些老友啊，要是知道战场上人见人怕的修罗也有这一面，肯定下巴都要掉下来了。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一辈子经历的烦恼痛苦仿佛在这一刻都一扫而空。我定要牢牢记住今日，每年都要好好替着孩子庆祝生辰。您可别把孩子给宠坏了，不过今日的确值得好好纪念。魏哥哥，你拿这么多东西要做什么？雨儿满周岁了，据说此时摆些物品在他面前任其抓取，第一个抓到的就是他将来的志业。你说的是抓周吧？但你带来的这些都不像一般抓周会用的物品啊。我们家可不一般，当然得特别点。你看，雨儿可是二话不说就选了这东西。雨儿选了剑呐，不愧是我们神女侠的儿子。我们诸葛大侠是因为孩子比较像母亲，所以心里不好受吗？哎，怎么会，我高兴都来不及了。诸葛羽，诸葛羽，诸葛羽，你干嘛不说话？你还在为我弄坏你的凳子生气啊？真是小心眼，我不是道过歉了吗？你要怎样才原谅我？你说啊。你说的，那我分些糖给你，就不准再生气了。哼，身为我的儿子，你还真是不成气候。你这样喜形于色，心思一目了然，与人交涉时只会成为待宰羔羊的。雨儿，你把这当面具戴上吧，这样心思就不怕被你爹看穿了。不用看我，你要依赖那东西也无妨，那日后就都戴着面具出门吧。好了了，别太为难雨儿了，她年纪还小嘛。你跟你爹娘还真是一个样，竟为了搭救些不相干的人而行走江湖，云游四海。不过当年也是因为你娘，才有今天的我跟阿宁，我也不好多说些什么。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会回来，记得去向照顾过你的人道别啊。原来比起阿宁，你更喜欢阿云啊。那等阿云再年长些时，你也考虑一下吧。然后看起来那些选项是你是什么挂位的，然后会有什么闪避力之类的。我记得在一代的时候是用自己选的，那砍跟正是暴击跟闪避上升。第一次狩猎的时候使用的武器虽然只是较为尖锐的石头，但只要灌注内力还是能够当作小刀使用的哦。灌注是什么啦？其实武器生成哦，还可以重新补挂哦。那我们重新补挂看看。好，我们重新补挂之后，我们选择这个水火既济。好，来吧。
胆狂徒，竟敢在此妖言惑众！哼，无知之人，受我摩尼明火的惩罚吧！大人，你身上……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莫非这摩尼教主真有通天的神力？明火照世，光我摩尼。这里的傻子可比我预期的要多了。我不在的期间，发生了这种事情吗？白香，有新消息吗？陈巡检在进入此山调查摩尼教后，就下落不明了。很有可能还在这座山中。看来这山上的摩尼教确实值得一查。摩尼教主似乎能借着某种手法，凭空造出绿色火焰。此事被信众视为神迹，除了向信众敛财以外，听说摩尼竟还勾结了一些山贼。此行可能免不了得动武了。小心点前进吧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战斗哦。这条路可不是给你这种人走的。多说无益，倒下了。你一举一动都在栅栏计算坚固，实则松散，应能直接破坏前进吧。助教多，若能运用更多攻击招式，会比较轻松吧。要调配武学的话，开启招式界面。目前有两套以习的武学，可将以习的武学配置到此处，便能在战斗中使用。可在此点击想使用的武学技能，放置到想替代的武学栏位，由此就能同时使用数套不同的武学了，亦可由此直接套用整套武学，按此确认，由此便能回归整套武学的设置。若想尝试多种配招，也可在此处增设，并在战斗中切换。但此所看起来颇为老旧，不知该如何拆除。以右键点击箱子，选择合适的行动栏。但此锁看起来，以右键点击。成功将锁卸除了。看看这里面有些什么。这里有一罐可以使木头物品腐朽的朽木剂。准备的真周到。好了，现在这些栅栏不堪一击了，继续前进吧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哦，懂了。没想到你竟然能打倒我的小弟们，不过你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发现破绽了。敌人使用特定武学露出破绽时，对其造成伤害，就能使其力竭。试着使敌人陷入力竭吧。这就是力竭状态。此状态下受到的伤害会大幅加剧，且不同人力竭会有不同的反应。尽可能在力竭状态下制造伤害吧。剑出如瀑。螳臂当车，
回去再练练，只有这点本事吗？剑出如瀑，凭你只是螳臂当车。我还没输。大侠饶命啊，我们也只是受雇于人罢了。雇佣你的是魔尼教的人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对方令我们赶跑所有想上山的人。这样线索之间就有所抵触，试着思考看看吧。任务中会获得各种线索与道具，开启思考界面来回顾，选择探查中的任务进入思考，仔细看看现在持有的线索。原本对这些山贼的设想似乎跟后来得到的这个线索有出入，同时思考这两件事的话，魔尼教若要吸引更多的人入教的话，应该要让人上山才对，但这群山贼的雇主要让人下山，这样反而对魔尼教不利。这山贼的雇主究竟是……好，这边选一。若雇佣山贼的人痛恨魔尼教，不希望更多人入教，似乎相当合理，向本人确认看看吧。我问你，雇佣你的人是否有表露出讨厌魔尼教的样子？这倒没有。金大侠提醒，他似乎曾说过，他母亲人在魔尼教。是因为亲人误信了魔尼教，所以雇人找魔尼教麻烦吗？对了，上次跟雇主见面时，他掉了这个，大人您说不定有用。你们有劫取无辜民众的钱财吗？没有啊，大侠，我们都只是嘴上说说罢了，大部分的人见到我们就跑了，您是第一个闯进来的。我自幼学父亲学习官言之术，这种程度的角色要是撒谎是骗不过我的，他们应该真的是听命行事，也没劫人钱财，不需严惩。你走吧，告诉你的雇主，魔尼教的事有人在处理的，叫他别再干这种事了。是，谢大侠饶命。这些山贼武功虽不算太高，但一般人还是难以应付的，不知道陈行俭是否无恙。算了，在此空担心也没用，前进吧。那声音是阿云。当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诸葛大哥抱了我，他是不是也这样抱过姐姐呢？阿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听说诸葛大哥要来此，便寻着小路上山，在此遇到了陈巡检。陈巡检的衣服似乎被人烧了，我看到树上有套山贼晾着的衣服，便想上树取下来给陈巡检更换。衣服是拿到了，但不小心脚滑了一下。那个诸葛大哥，可以放我下来了。你真的没有受伤？不用再休息一下吗？真是的，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了。啊，对了，陈叔叔，快穿上吧，别着凉了。陈叔，幸好你平安无事。哎，好像也不能说是平安无事，不过小命总算是保住了。所以你送信给我之后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不自量力的带了一些武官想来抓魔尼教主，但就在我离那魔尼教主还有十来丈远时，他仗义点地，我身上突然燃起了绿色的火焰，幸好我跌入身后的小河才能顺势扑灭火焰，不过我也因此随着河流漂浮了一段距离。待我上岸时，随行武官跟那些魔尼教的人都不见了。
而之后你就在此处被山贼困住，下不了山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原本大家期待身为巡检的我去把那神棍抓起来，但现在却反倒助长了他的威风，实在惭愧。嗯，现在手边线索还太少，不过这魔尼教主的绿火只是江湖术士的把戏。我之前也这么认为，但当时的火可是千真万确的呀，烧伤的痕迹现在都还在呢。诸葛小弟啊，你爹不在了，现在只能靠你了，你一定得替大家讨个公道，不然现在有人甚至为了向魔尼教上供，连孩子都卖了，这可不能不管啊。诸葛大哥，我也要拜托你，村里有许多人都为魔尼教的事烦恼不已，请你帮帮大家。放心，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妥当的。对了，这给你，听说这对你们练武之人来说是圣品，可以提升功力。这个丹药是，多谢陈叔。阿云，你先离开吧，此处危险，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不好向你娘交代。好，那我们晚点村里见。那我也先离开了，我可不想再见到那魔尼教主。好，接下来要进入调查魔尼教的重头戏。陈叔刚给的丹药不知道吃了会有什么效果，别轻易尝试。吃，不要怀疑，是我的干你娘嘞！这啥小？这啥小？这啥小？吃了就死啊！你他妈在耍我是不是？你是？大事当前，得放下无谓的自尊心，扮演个适当的角色。哎呀，你好啊，这里就是魔尼教吧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可终于找到了，前些日子有幸看到教主神威，我崇拜得不得了，一心想着定要加入魔尼教，追随教主与光明之神。我虽然没读多少书，但我爹是大地主，留下不少祖产，我愿意全部贡献给伟大的教主，可以让我入教吗？这位小兄弟，你可真有慧根，不像前几个无礼的家伙，教主知道有你这样的信徒一定也会很开心的。啊，快里面请吧。进去后看到站在门旁的就是引路人，他会教你这里的规矩。愿光明之神为你起火。谢谢你啊，愿光明之神为你起火。不错不错，学得真快。看来是成功进入了，立刻去找引路人吧。有新目标了，确认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吧。开启任务界面，可在此处观看已接到的任务详情，并可调整希望锁定的任务，确认一下现在的任务状况吧。这边有写柴药，所以是柴药之后的事情了。哦，看起来是一个邪教，这是来骗钱的吧？感觉是来骗钱的。小伙子，你是哪儿来的？来我们魔尼教干嘛？婆婆您好，您就是引路人吗？小伙子，你说啥？我听不太清楚。再说一次。这引路人的耳朵似乎不太好啊。
没办法了，住大声一点吧。婆婆，我是仰慕魔尼教主前来的，能请您替我引荐吗？你说什么？什么魔尼教主很下贱？你这臭小子怎么说话的？给我离开魔尼教，我们魔尼教不欢迎你。怪了，刚刚婆婆的神色不太对劲。在父亲所受的官言之术前，一般人说谎是逃不过我的法眼的，婆婆刚刚的确心虚了。不过婆婆为什么要说谎呢？你这臭小子，刚刚还在咱魔尼教前打架，大声喧哗，还有脸来讨骂？婆婆，您刚刚说什么？人们会在各种情况下说谎，虽然我能看出其心虚的表情，但不指出证据是不会让人信服的。当察觉到对方说的话有古怪时，会进入推敲，推敲中需要对关键的句子指出哪里不对劲，以令对方动摇。试着推敲婆婆句中的玄机吧。我说你是个不懂礼貌的臭小子。我是在玩逆转裁判是不是？哈哈，我在玩逆转裁判。一见面就乱说咱教主坏话，还在咱魔尼教外跟人打架，虽然很远，但我都听见了。以婆婆的听力，就连在面前都需要很大声说话才能听见，那她刚刚怎么会说那种话呢？我说你是个不懂礼貌的臭小子，一见面就乱说咱教主坏话，还在咱魔尼教外跟人打架，虽然很远，但我都听见了。哦，这个就很简单啊，就让大家四个水温啊。有玩过逆转裁判的人都知道，一爱。婆婆，您不是耳力不好吗？我方才与人冲突可是离魔尼教好长一段距离，你是怎么听见的？哎，您其实耳力好得很吧，为什么要刻意装作耳朵不好呢？像你这么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加入魔尼教呢？婆婆，您的意思是这魔尼教就只是个敛财的组织，多少人为教主散尽家财，我在这装聋作哑的就是为了揪出教主的狐狸尾巴。我不希望看到再有家庭像我一样了，现在快走吧，入教后他们会把你啃到连骨头都不剩的。婆婆，您怎么会怀疑魔尼教主的神威呢？我查到只要用一种特殊粉末就能燃起绿火，也就是魔尼明火，但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取得材料，不然也能引发水逆神迹吧。水逆神迹？在魔尼神像右边的圣火点起绿火，会引起水流向上逆行，进而开启魔尼大殿，教徒们都称之为水逆神迹。教主把点燃绿火说成是自己接近光明之神的缘故，还告诉大家只要够虔诚，贡献够多，人人都能隔空点燃绿火开启魔尼大殿。于是信众就把引发水逆神迹当成目标追求，不断贡献更多钱财，花更多时间在这种没意义的事上。您刚刚说的绿火材料有更详细的线索吗？有，我把相关的书籍放在诵经房那儿了，就是魔尼教最里面右手边那间，跟其他经书摆在一起，原本希望信众们阅读到后能醒悟，不过他们对光明之神以外的典籍都没有兴趣，我又不好暴露自己来此的意图。虽然婆婆讲得很真诚，但此刻透露来意太过危险，
还是先装个样子吧。我可不相信您说的，你一定是想抢先我一步接受光明之神恩宠，我得自己去拜见教主。哎，我也不觉得你会信，不过你随时可去诵经房看看绿火的真相。另外，教主通常都待在大殿，没引发水逆神迹是见不着教主的。这就去诵经房看看婆婆说的书籍吧。先确认一下现在位置吧。开启区域地图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已经走过的地区及重要的，对照区域地图找到诵经房吧。好，三口水。前面有人在卖东西哦，是要帮他买东西吗？感觉就是要。两万。我想帮他也帮不了，对不起。魔女教地图是不是有换呢？有点久了。前面还进不去哈，这里呢？哎，这边有人。哎，可是我过不去。哎，我过不去，可是这边有人啊。他为什么鬼鬼祟祟在那里？可疑哦，很可疑。这里呢？西瓜，哦哦，西瓜皮，桶子有点重，先破坏再说啦。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。诵经房，哎，我还以为可以跳进去耶。就是这里了，要找书籍的话优先往书柜上找吧。这里有些书籍，要看哪一本呢？我看看，《光之祈祷》，坐在火光中冥想，心向光明。你也可以是光明之神麾下的光之战士。好像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。这里有些书，我看看，你可以胖的。理所当然，虽然我也有办法让人在三天内瘦如赵飞，但更重要的是杨贵妃也很美。浪费了些时间，没什么有用的线索。这里有些前方没有灰尘，
代表最近才有人拿出，说不定能从这本书中发现什么奇毒异术。里面记载了一些没看过的毒，书中夹了一把钥匙。不过既然开启正殿得靠水逆神界，这钥匙或许暂无作用。另外书中有一条墓令我相当在意，紫禁坟，原在偏远地区用于制作祭祀料的坟墓，燃烧时会发出绿色火光与沉香的味道，绿火温度极低，不会灼伤人，对人来说是剧毒，若误食会腹痛如绞，失温，面色惨白，症状发生后约莫半个时辰就有生命危险。这八成就是引路人婆婆所说的魔凝明火的真相了吧，名称叫紫禁坟，又会散发成像，莫非此事物与紫禁坟有关？对，从陈叔那拿到的养生丸也有同样的特征，我没服这药丸是对的，陈叔特地与我约定在摩尼教门口，果然别有所托，慎重起见，哪一部分的养生丸稍稍看是否真的会产生绿火吧。这里恰巧有个火盆，将一半的养生丸丢进去，接着对着火盆点火吧，火盆点火吧，果然是绿色的火焰，这养生丸果然是由紫禁粉制成的，一切的因果都连上了，剩下的就是处置魔尼教主了，将养生丸投入神像旁的圣火，引发水逆神迹吧。借紫禁粉当作证物，先投入一小部分试试吧。在下有幸受光明之神恩宠，得献水逆神迹，现欲单独与教主分享此一喜悦，望众教友切莫打扰，愿光明之神为你起火。这样就不用担心牵扯到无辜的人了，去正殿找魔尼教主算账吧。不过不知这魔尼教主的武功如何，先确认运行心法会比较好，开启心法界面，此处可以配置想运行的心法，以及将心法点数投注在心法上，心法等级将大幅影响基础能力，若有多的心法点数时可别忘记使用，确认好心法后就前往正殿找魔尼教主算账吧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莫非光明之神？我来处理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诸葛宇啊，光明之神早就预示了你的到来，你以为……闭嘴，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你瞎扯牛鬼蛇神，我就跟你说重点三件事。第一，陈寻简与你勾结，所以你说出再多我的身世我也不意外。第二，陈寻简早就打算出卖你并独占所有善款。第三，跟我一起扳倒陈寻简，这是你唯一的活路，否则只能让你们同归于尽了。
不过光这样似乎说服力不够，我还是费点力解释好了。这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可没听陈巡检说会发生这种事啊。首先我出现在这里就证明了我知道魔宁明火的诚意，接着我来证明陈巡检如何与你勾结。根据书上记载，绿火并不会造成烧伤，这与我听到的讯息不符。若绿火不会烧伤人，但巡检却烧伤了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装傻，这样他与你的勾结就很明显了。大家所震惊的隔空点火，其实也只是巡检自己引火自焚。就算真如你所说的，为什么我要跟你合作？你也承认得太爽快了，看来跟我想的一样，出主意的是巡检，你只是被利用的而已。你，巡检给了我这个东西，足以证明他要背叛你。那是紫金粉的药丸。若你对紫金粉够了解的话，应该知道它能当作毒药使用。那巡检给我这药丸，你猜是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的错，我不该告诉你。紫金粉服下后会在半个时辰后死亡，也就是我若听信巡检的话服下，待会我就会死在这里。为什么要特地让我死在魔尼教，还特地用魔尼教最息息相关的紫金粉呢？那是因为没时间让你慢慢想了，我直接说明了，那是因为这样才能在你头上安个杀人罪，否则以巡检的地位是没办法拿魔尼教怎么样的。你入狱后唯一知道魔尼教秘密也唯一可能接收你财富的人是谁，不用我多做解释了吧。看在你是被巡检操纵的份上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条件是替我对付巡检，如何？哎，烦死了，你跟那个巡检都一样，都只会自说自话，要我照着你们说的做，还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。老娘好歹自己在江湖上拼搏过一段时间，你们自以为是男人就一定比我厉害吗？比你厉害是肯定的，但无关乎男女，只是因为你很弱吧。气死老娘了，我不管后果了，我要将你们通通斩了。看来激将法相当有用，抓住破绽，早点结束这出闹剧吧。怎么了？你出手太猛，手怎么突然使不上力？哼，莫非是昨天数钱时？剑出如瀑，你只是螳臂当车。可恶！计算手怎么突然使不上力？莫非是昨天数钱时？你只是螳臂当车，回去再练练。只我一刀！手怎么突然使不上力？莫非是昨天数钱时？剑出如瀑，你只是螳臂当车。回去再练练，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这点本事，你出手太猛，
剑出如瀑，你就是螳臂当车，莫非是昨天醒前时？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还有新招吗？还没结束，快来！为何这家伙年纪轻轻就有此等功力？他经历过了什么吗？就在这里面，给我搜。看来时间差不多。啊，你怎么？调运内息，抑制上身血脉流转，造成面色惨白，并以阴性内力降低体温，假装成紫金粉中毒的症状。看这症状，他是乖乖的把养生丸吃了，应该没救吧？大胆逆贼，竟敢无故杀害良民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啊，抱歉，陪我做做表面功夫，事后给你的好处一定不会少的。这个该死的骗子，要死就一起死吧！大胆恶贼！好，难受。巡检大人的伤口不深呐，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？大人脸色发青，这恶徒的兵刃上有毒，快来人，请大夫！啊，我的兵刃上怎么会有毒？莫非是他刚才打斗中？哼，也好。反正我是在劫难逃，想背叛我，我们就一同上路。帮我压住这里，别让毒再继续扩散。不行，伤口附近也开始溃烂了，这样撑不到大夫来的。要先把腐肉剜掉吗？哎，刚刚倒地的那个人呢？八成就只是个伪物，且这小家子气的敛财手段也不似抗天盟所为，除非再发生什么事，不然魔尼教的事就此告一段落吧。回尊给彩衣报备一下就上路吧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经过刚刚的历练，等级提升了，升级除了能力会获得成长外，还会取得心法点数以及八卦点数，八卦点数配置会大幅影响战斗强度，可在八卦界面内进行配置。曾听闻人一生中的八卦点数有限，尽量以两种卦象为目标进行配置吧。若是太三心二意，可能会错失一些强力天赋。